全场的人都帮我浇浇去了。然后刚开后台的时候呢，罗志祥啊、蔡依林啊、杨丞琳啊，他们那些人都聚集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看，唯独我一直躲在化妆间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看到我的装扮，我要让大家 surprise。他们就一直说我们想跟小 S 打个招呼，其实他们就想要看一下我今天要穿什么。然后后来那个杨丞琳一进来就说，琪琪